开趴嗨到一半，酒喝光了最解嗨。好家在现在用 APP 就能叫酒，一小时内送上门来。EasyBar 酒频道这款刚上架的 APP 会每合你方圆5公里内的酒类专卖店，滑滑手机点几下就能搬酒啦。店家收到订单会马上包装好送过去，而且速达专区还不用外送费。可是未满18岁的小朋友用 APP 也不能偷买酒啦。店家会先确认是成年人，才会一手交钱一手交酒开发票。APP 里外送的酒种类很多， Whisky、红酒、啤酒都有，可是啤酒外送没有一手，一般就必须是一箱。哪些外送酒品最受欢迎呢？ Whisky 外送排名依序是裸雀、百富、士高利达。啤酒外送大家最青睐海尼根，然后才是蓝妹和百威。不过目前服务范围仅限双北，而且还要看所在地附近有没有合作的酒类专卖店咯。东新闻禁止酒驾报道。